那就来一段最近抖音上比较流行的《琵琶行》吧。哦，好。挺让我心动的，我能看到他舞蹈，我真的挺高兴的，我就感觉我这心里有蹦蹦蹦蹦直跳的感觉。哦，你就这样来了，到心的贼，突然醒来又让我没有防备，不要再让我悲伤如痴如醉，再爱一回。就这一曲《琵琶行》把你心都倒走了是吗？对，我觉得你今天有点怪。咋的？我觉得你今天有点怪。我今天有点怪。对。哪怪呀？怪可爱的。